我其实对出去玩不太喜欢。就像虽然说我们是每个月都会有家族旅游，可是出去玩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在车上睡觉。对，就觉得说我的兴趣不是出去玩，反而是帮助别人。像如果我没事，我会去我们附近的养老院啊，就是帮忙他们做一些事情这样。那我在这边有可以帮忙别人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自己也可以得到，就是学到别的东西，然后自己也会比较快乐。就是一开始会有师姑他们、师伯他们先借帮，就是示范一次给我们看，然后我们就记起来，然后就是帮忙他们减少他们的负担。虽然说很累，但是我就是帮助了很多人，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快乐。然后就是别人一来就有床单那些可以，就是可以睡，不用自己那边很累的时候又要再铺过，就是可以直接摊开就可以好好睡一觉这样。好，那你觉得年轻人来做这件事，你的感觉如何？不错啊，学到很多知识。哪方面的？像被套怎么套啊，然后有一些就可以知道妈妈的辛苦吧。对，虽然说我们家的被套是我套的，但是从来没有套那么多。对对对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得到快乐。对，大概多少？大概100多个吧。100多床。对呀、啊、那感觉就是帮别人就觉得很快乐。